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0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你想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有种，派火攻雷拉动。近日，有岛内军迷4月10日录制下解放军霸气回疆台军机片段，台媒宣称解放军回疆台军广播驱离的内容为有种开火，不然挨揍。然而经环球网军事编辑仔细辨认，认为解放军军机回疆的内容实际为有种开火控雷达照我，